2020年8月19日，沧州电力学院调试87包子机，机器调试完成，25到29克小包子。老板，效果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啊，满意吗？满意，满意，非常满意。嗯，比预想中要好多了。啊，满意就好。太满意了。太满意了。一会儿教给你怎么清理。行。嗯。小孩都会剪包子。